在每一个新年的开始，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有未来的新的期待与希望啊，我也是以一个希望，在我们的慈济人呐、啊，最大的希望与期待呢，人人要诚之情矣，人间祥照，对呀、啊，常常看到的慈济人呐、啊，在不同的国度里啊，展开了人间菩萨。人间菩萨所演苦难众生，2014年一直到昨天呐、啊，我们都一直看到了这个，看到他们这样的手势，不同的国度哦，那有。不同的灾情啊，有长期的，有急救的，急难的，他们呢，都是表达出了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不管他们的语言体系是什么语言，可是这样的秋水哈。就看就知道他们在唱着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真正的要用很诚恳的心，诚之情矣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、啊。所以慈济人一定要身体力行，能这样呢，人间才能祥照，真正天天都会有很吉祥啊！不都是常常在提起天下无灾难，虔诚的祈求天下无灾难吗？但是呢，无灾无难不是求来的哦。是要造福天下人，人人要行善法，造人间福，才能呢，真是天下无灾难呐、啊。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是需要呢，用很虔诚的心，从自己做起。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我，都要有这一份的虔诚。这对上讲恭敬，对下有爱，有这样的伦理的心态，家庭和睦啊，万事兴隆。这不都是呢？回归于每一个人的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呢，要出自于最虔诚的这一念心。所以这个虔诚不只是祈求，要自己做出来的，人与人之间的情，诚之情谊呀、啊，很自然的就会有祥兆了。人与人之间呢，彼此都要为人典范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身教呢比言教更重要哦。所以啊，教之饮食啊，造福富足。的确，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的造福。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。慈济人呐、啊，都是要教富济贫，让他富中之福，
不只是富有物质，富有财产，更要富有心灵的大爱，这样的叫做富中之富人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也要做到呢贫中之富，我们济贫同时教他富有。所看到的不就是看到了，我们去帮助他，救济他，我们也为他说起了孝前行大善，救人的人人都能做得到，哪怕呢在极困难中也可以做得到。这就如菲律宾的海燕，那时候菲律宾的菩萨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菩萨汇合起来呢，投入去做救灾工作。我们还要跟他们说竹筒碎叶，也给他们的个竹筒，让他身体力行，一毛钱五毛钱都可以启发他的爱心。你也有救人的一分的力量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。你也看到了马来西亚呢慈济人呢，从事远方呢，就从槟城啊，还要包专机啊，到吉兰丹啊，啊去展开了救灾，一连串啊，已经呢一个星期以上了哈，路难行啊，这种的难行道啊，可是有心就不困难啊，那从这。槟城啊，包机到达，还有呢，新加坡呢，就是包游览车啊，那近路走不到，要绕长远的道路啊，就这样的做，跟他们一起坐镇在那里呢，哇，去付出啊，彭亨州呢，又是再涨起来了。这个雪龙他们也是呢，啊呢一段一段啊一地呢，这车啊好几个钟头也是呢去到达，也坐镇在那里哈、哦，哇，这种的精神呐、啊，现在水有退到哪里呢？他们的足迹都走到哪里？只要他们走到了。看到人呢就展开了双手呢，赶快给秀秀的拥抱他，那抚慰他，哎呀你辛苦了、啊、这家里怎么样啊，这样的抚慰呢，轻轻的慰问一下，人人呢都心开阔起来了，总是呢带给他们了解，你们这里有灾难，有天下间有多少人的爱，把慈济的精神爱的能量带过去，跟他们说慈济在全球的人人的为你们祝福等等呢，都是呢一个虽然是受到了天灾之苦，他们了解到了有这么多人的关心他们，那当然啦、啊，在马来西亚这一波可能还要呢好几天，最担心的就是在菲律宾的这一波的这种气压呢，还已经通过了菲律宾呢，在现在海面上啊，这样的这一波哈、哦，还是往西，也许呢，真很担心啊，他怕的又到了这样的大马哈、哦，这都是呢
我们要戒圣虔诚啊，人人呢用至诚之心虔诚的祈祷，心脑的声波啊能上达诸天护法，能听到啊普天下这么多的苦难人，那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有戒圣虔诚啊，最重要呢平常都要有诚之情谊，这种的诚正信实散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